开始现场非常嗨，带你来一场，一起欣赏他的演出。那就是在台北小巨蛋呢，这个今天 Rain 演唱会的情况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死忠歌迷来的非常的多，2万多人把小巨蛋呢给整个挤爆了。有人半个月前就已经开始排队喽，您可以想象吗？其实 Rain 的这个歌迷哦，年龄层还挺广的呢，不只是小女生，还有很多熟女呢。他们说都是因为这个看了《浪漫满屋》之后。